沙瓦迪卡。咁今日咧就嚟到 Thai Tony 呢個 YouTube 頻道，揾到兩個嚟自清萊嘅泰國女仔，咁啊嚟到呢個曼谷，佢哋喺度工作嘅。咁啊問佢哋而家泰國嘅疫情啊，同埋個疫苗係點睇法啦？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小小。小小。我叫國新。什麼啦？國新。國新。然後你們呢？覺得現在呢？泰国的疫情是怎么样看法？我觉得泰国的这边的疫情现在都控制得很好，然后我们对我们泰国的政府也很有信心，对，现在疫情都差不多都快好了，对，病例也逐渐的减少很多，现在病例真的很少了，你呢？怎么样看？我觉得现在控制的已经很好了，增加的人数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多了，对，人数也增加的变少了，对。这是泰国人他们都觉得泰国的政府控制这个疫情做得不错，现在都没有增加好多人有这个 COVID， 是吗？对，是的。还有现在我觉得是在中国现在好多这个疫苗来到这个泰国，对这个疫苗呢，你们觉得如果有了会打这个疫苗了？我现在的话应该如果轮到我们打了的话，我可能还不太敢，因为我就是一直看在电视上看到负面新闻比较多一点，我可能还得观察一几个月才敢去打，对，就是后面打了都过敏什么这样的，就是负面消息比较多，我个人的话应该还不敢打现在，明白。你呢怎么样看呢？我的话会有跟他不一样，我觉得我会选择去打，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去打，会选择去打，然后我觉得这个安全的方面的话应该要我们也要仔细看好一点哪个疫苗比较好，然后就选择去。明白。因为现在的疫苗都是就是好多种，对对对，还有、这个、要选，要选。还有我听说中国还有这个俄罗斯哦，对俄罗斯这个疫苗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泰国有没有给你们泰国的人文打这个疫苗了？现在有没有安排啊？现在已经打了大概到今天为止打了6万多人都已经开始接受疫苗。对对对。真的吗？对对对。然后都是给就是医疗人员、医生、护士这些，然后呢抵抗力比较弱一点的老人，然后还有比较就是危险地区的，对，然后像我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的话还轮不到我们，对，其实现在人文才没安排了，对，其实跑通的人如果有了马上去打，你就不打？我还不打，会去打，我可能再观察一几个月。觉得是泰国如果有疫苗啦，泰国政府应该要免费给泰国人打还是要收费了？如果是政府的是应该是免费的，像如果后面呢、那个私人医院就如果买得到那个国外的疫苗可能就会收费。就是你呢，你觉得要免费还是收费？如果政府的话，政府人员的话我觉得都会免费的，如果像平民的话在这样的话就应该会收费。就是你们觉得大概收费多少比较合理呢？2000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高于2000、3000，就3000-4000这样就太贵了，2000之内是 OK， 是可以接受的。是贵一点，我觉得，因为现在 COVID 好多人文都没有钱，没有工作，还有好多生意都瘪了，对，很可怜。我觉得泰国的政府很有钱，但是应该他们都是便宜一点给泰国的人文打，真的很多人失业了，对，没有工作，没有。
有钱，妹妹等，然后很可能几百泰铢，我觉得会好一点。有这个抗体，就 Hobbies 希望他生存不到了。但是人家说接受疫苗哦，也不代表就是中毒了就不会感染，也不是，还是得到戴好口罩，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疫苗不是百分之百，对，可以保护。对，就是泰国人就是这样看着的疫情还有疫苗，希望快点没有这个 COVID 了，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可以找到钱，生活开开心心了。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对爱情怎么样？爱情的吗？你有什么比较？比较什么了？比较佛系一点，就是随缘。随缘。感觉到了就处，如果感觉不到的话，也不会特意的去找之类的。就是随缘。随缘。我也觉得看缘分吧，如果缘分到了，自然会来。你这个缘分是怎么样来了？他都已经来了。他来很久了。有很久了吗？开始了多久啊？大概四个月。哇，四个月现在是什么时候？异地恋了。异地恋。哇，考验爱情的时候。每一天都要见，每一天回家抱。抱不了，抱不了现在。你现在是不是同居了？没有。为什么不同居了？刚认识四个月。就是你跟你爸爸妈妈还是什么人一起住？我跟室友一起住，室友来工作，对，过来曼谷这边。对，你现在住在哪个区啊？曼加那边。哦，跟你一样。没有，我是在曼加那边。搞错了，曼加、曼加、曼曼曼曼曼，好多曼。你呢？你怎么样？为什么很久没有男朋友了？就是还没遇到，就是有 feel 的那样。对，但是你感觉没到。现在你的工作是没有什么男生的可以接触。有，但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是吗？你喜欢什么类型？我喜欢就是很帅的，对，壮，有肌肉。不是，就是看顺眼就好。对。就是有点感觉，对，我就属于那种喜欢一见钟情的，一见钟情，就喜欢一个人的话，一分钟就知道，哇，这个就是我的菜，这样。如果不喜欢的话，怎么看都不会喜欢那样。很难找一见钟情的。就是之前的吗？之前的每一段哦，都是我一见钟情的，这样比较会有效果。之后的，假如是如果第一眼就没有钟情的话，后面也很难发生什么。我在泰国几年呢，我觉得就是泰比的比报的人呢比较静气一点，还有他们的想法简单一点。你听说他想找一个男朋友都是一见钟情，就是有一点都花心，但是大部分都是他们都是喜欢一见钟情的真爱，真爱是吧？像有的他就是因为单身要找男朋友，他就去找一个人来跟他处，这样我就接受不了。对，好多泰国的女生跟我说，泰乌才招厨 talking now talk pay game make come on 这样是不是了？不是的，都少部分，小部分，对对对，每个国家都会有，对，是真的吗？是的，真的吗？这是华侨的泰国男生，他们工作比较认真，还有很努力的，对对对，还有很上进，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对对对，我也认识他们，就是每一个是世界都有努力的，还有不想工作的，对对对对，都是差不多，都有。你以前有谈恋爱多少次？我吗？我。之前谈过两任，真的两个，真的两个，哇，很小啊，两个，你呢？哥，应该多一点。哥，你是不是加一个零？我没有了。托尼哥加一个零哦，大家。我在这里几年都没有热干聊了，热干聊很久。哥，观众不信，我也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我的观众看我几年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就是我拍好多微电影啊，还有广告啊，都是这个女生都是很漂亮，但是他们拍完就走了，没有联络，就是有工作给她，就只是工作，是因为他们都很漂亮，肯定有男朋友，还有不止一个男朋友，我知道他们。那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呢？你拍过多少次？一样啊，跟他一样两个。哥，你听过那个？只要问女生。
你有谈过几任？标准答案都是两任。两任如果我是一个男生坐在这里，你们不认识我，你看我是怎么样，什么感觉的？就是很认真、很负责，这样很震惊。对，就是应该不太不爱开玩笑那样，比较正式一点，就是不会稀里哈拉笑那样。就热爱自己的工作，对，会很投入自己的工作，对。因为都是为未来的工作，然后打好多一点基础，做未来好多的发展。然后我想带身边的人呢，跟我一起工作，有一个团队，然后发展，大家找到好的生活，大家开开心心，带起大家有生命、有希望的戏在，这是我的理念。所以我好想多一点的年轻人呢，跟我一起，无论哪里的国家都，如果我成功啊，我可以带大家年轻的人跟我一起去玩，还有工作，还有钱，就是最好。对，这样的工作也很好，是可以吃可以玩。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现在啊，好多负面的思想，我就想带给大家正能量啊，还有大家开心一点，笑多一点，就是想大家开心一点。因为我喜欢年轻一代的人跟我一起去住，现在我都是不年轻不老，但是我想做到未来的事情，带给年轻人的希望，传发正能量，是一定要正能量。就是哥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会不会遇到瓶颈，然后遇到困难，然后有没有想过放弃过这个行业拍摄？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又做好多工作，但是都没有成绩，还有很多负面的人呢，说我说你，好多像欺负你的说话在网上，就是负面的评论。是，对对对，这个时候想是不是放弃了，是不是自己不合适这个工作，但是坚持下去。然后认识有一些泰国的朋友啊，都是鼓励我，还有给我好多机会去做好多工作，所以现在走到这一步就是很困难，但是有好多经历令到自己更加坚强，就是人生有经历才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对，哥也很厉害，对，其实不厉害，好多事情都是逼出来的。看哥一个人在泰国，对吗？算异国他乡哦。对，然后也可以就是联系到那么多，因为都是好多都是你的勇气，然后不认识的人你要见他，然后认识他，然后什么层次的人要认识他们，才可以升级大一点，然后有好多机会，好多工作这样。所以你们都要努力努力，速速啦，要勇敢。还有你们呢，问一些比较玩梗的事情啊，泰国的女生是不是对 sex 这个比较开放？就看地方吧，就如果去爱玩的地方的话，就会很开放。如果真正的泰国人像在普通生活的时候的话，在街上就对算过分了，然后有的摸屁股我们都会受不了，这个是有，我们都受不了，对，都不行，我们很多都接受不了。对外国人来说，泰国很开放的部分就是像 party 啊，就玩的地方的话，泰国人玩得很开，像我们正常的很多像街上这样搂屁股，就是像会轻轻的拍一下屁股，我们都觉得好过分这样子，我们是接受不了的。就是在公众场合也不可以卿卿我我，都不会，就是谈论爱也不行这样。对，都没有人会做很过分的举动。但是如果你们去这个吧还有夜店玩，这样的话可以抱的话都可以。对，就是分场所。但是其实如果你们去夜店玩，然后你们就会变成开放一点了，是吗？是，没有，那个跟应该是酒精，去哪里都一样，应该是酒精酒精作祟。对，如果没有酒精还是会比较害羞一点。我觉得不只是泰国会这样，我觉得酒吧的话不管是新加坡澳大利亚都一样，这样的话就最多就是抱抱这样而已，也不会有过分的举动。明白，就是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都是好多旅游的人他们都觉得泰国的女生很开放啊，去玩去玩。就是如果你去芭提雅，还有拉拉这个索科维拉拉这边啊，好多女生都是很专情
点，就是开放啊，你、嗯哦、过来了、那个、过来吧，这样。不是那个是属于赚钱他们的职业，对。如果真正的泰国普通的泰国人的话，也不会。对，因为我认识好多泰国的女生，她们都是很静静的。其实是这样呢，旅客就不用这样想泰国的女生。泰国经常的女生好多都是很爱惜自己。好了，我们今天说的这样，好强啊，说的。聊得有点深，干杯，白水，干杯，干杯。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拜拜。做專訪都好辛苦啊，做得咁辛苦，大家記住 follow 我 YouTube， 撳埋右下角嘅鈴鈴，一出新片就收到通知噶啦。又係呢句真係好老土啊！今集講住咁多先，下次我哋再見。卡本級，記住睇通年冇曱甴。